你像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人所提供的节目，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咱的宗旨呢是伫婚姻观大悲乡三吉川中陂十六至52号，庄卡所在。但是伫咱国道1号，咱来到这个高溪。要往高溪78线吼，安尼就看得到慈莲毕生公的道场。咱讲路南上北啦吼，咱来到道南这段到要往这个78线这个中间呢，你就看倒手边，还是讲路南的咱就看咱讲倒正手边，啊那上北的看倒手边，就看到整栋金黄色的建筑。就是慈天毕生宫的道场。今年呢开始咯，就休假吼，连续休几啊天哦吼，所以讲清明节最前最后，大家拢是吼，不用咧扫墓啦吼。啊，咱若有时间呢吼，咪当安排来慈天毕生宫哦，咱讲来甲母娘结缘，然后甲咱的道祖结缘，甲圣庙菩萨结缘啦吼。咱伫遮呢欢迎咱的道亲，也是各宫堂的师兄师姐，要来回乡回缘啦，都非常欢迎哦。最主要是讲老母疼囝吼，看咱即马21世纪的时代啦吼，夫妻关系啦、父子关系啦、母女关系啦吼，伫这个社会吼啊，嘛是有这个鱼苍苍、脑昏昏的这种吼感觉啦吼。为什么？你即马人吼，拢是未晓学习忍辱，未晓学习忍耐，啊嘛未晓学习啥？人间上水的一句叫做原谅，然后是安怎讲爱原谅。有时阵呢，男人总是会做错，吼、哦，每一个人呢，吼，脚步那踏唔对，伊想要回头，那我们要选择原谅。为什么？人生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事情，需要用原谅，才会让自己不再痛苦。不再活在痛苦的深渊里面，人家要活得那么累。你如果对方有什么不对，你常常记条条，这样不管是拿起来蒸吹蜜流，对啊，你把流，
有的人查甫人袂堪的吼，伊以前有唔对，但是伊都已经要回头啊吼。咱做母仔的人嘛是爱有迄个机会予伊，吼，学习原谅他，然后把这一切事吼全部把它忘掉。吼，卖讲呢吼，那聊聊啊吼，开始咧搭客的时阵吼，啊，都安怎安怎，你较早嘛安怎，你较早嘛安怎。每一个人哦，拢总爱面子啦。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尊心啦，吼，自尊心甲留互伊，吼，然后学习原谅，学习原谅，吼，人甲人，每一个人学习拢无同，嘛无同一个老爸老母，所以咱常咧讲吼，心不。会甲咱的这个大家讲啊，讲我甲你本来以前拢无熟悉，是我甲恁囝熟悉，然后再来甲你熟悉。吼、哦，啊，怎样呢？新妇呢？吼，甲大家呢？吼，写批甲挑战，因大家嘛同款，吼、哦，写一张批回哦，因新妇啦，吼，回安怎？回讲，后生我自细汉捏甲大汉，今啊，吼、哦，娶新妇了后，后生就干哪？吼、哦，我。甲伊个关系就甲只为止，吼、哦，等于吼，这个后生都拢你咧使用啊，吼、哦，你咧参加，吼、哦，伊趁钱，所有的薪水嘛是全部你摕去用啊，吼、哦，啊两个就杠上了，为什么？一个新妇讲吼，因为我是甲恁后生熟识，然后再来甲伊结婚，伊也无我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甲这个大家官一点仔关系拢无，吼、哦，啊，阮老母较早安怎甲我教育，吼、哦，啊，安怎甲我安怎，吼、哦，得甲。你甲大家讲啦，吼，因老爸老母互伊读册读到遮悬，来教因后生，吼，啊，因这个大家嘛同款也讲啊，我嘛是同款，对红孩啊开始就是甲立甲互伊读册读到遮尔啊悬，一个月赚遮尔侪钱，啥物人咧使用？自娶某了后，敢毋是拢恁咧使用吗？吼，啊，所以讲哦，两个人就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法，因为大家有大家的想法。新妇新新妇的功法，你没有学习，吼、哦、原谅，还是讲学习接受、学习包容啊？这个见会呐多的时阵，你想呢？大家就甲讲啊，啊，你即马大一间厝是我辛辛苦苦、亲亲捏捏，安尼捏来给你呢？你即马咧大一厝是我买的呢？吼、哦，啊，你即马带了轻松，吼、哦，啊，你拢无压力。吼、哦，啊，即嘛两个人谈的咧，变是去开，要去哪里旅游就去旅游，吼、哦，孩子就丢给我，吼、哦，安尼两个人嘛是同款，一句来一句去啊，吼、哦。所以讲吼、哦，人的知识无同，学习无同，修养也无同啊，见识嘛无同，吼、哦，对代志的看法自然都无同啊，啊，想法嘛无同，处理的方式嘛无同，吼、哦，方法。所以说原谅他人等于把自己放在、哦、一定的高度、哦、我可以、哦、选择因为你一个囡仔我若要跟你到这里独宅要怎么独到当时、哦、人跟人之间呢有碰撞有摩擦有矛盾、哦、那个若要说起来算是正常啦、哦、算是正常、哦、对别人误解啦不妨试着制止、哦、人说一笑置之就好给时间一个印证的机会啦吼，过来就是讲吼，原谅别人需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啦，吼，爱有一份宽快的胸怀呢。吃亏并不代表软弱，嘛不代表咱就好被欺负的，吼，吃亏并不是这样的解释啦吼。所以讲，原谅的生活是因为咱今日要学天哈尼啊宽，吼，不会永远吼，虽然天空。不会永远都是纯净透明，有时候伊嘛乌天暗地啊，恁人嘛同款啊，脾气若来的时阵就是乌天暗地，啊若无脾气的时阵就晴空万里，哦，他会让你欢笑，哦，这就是在讲吼，人不要想太多了，哦，他不会让你一直幸运，哦，他也不会让你哦每天都是酸甜苦辣在过日子，哦，当你哦学会了原谅，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已经提升了一个高度了哈，所以咱讲人呢，计较免计较伤济啦，我咧计较伤济吼，日子也真歹过啊哈。人总是安尼啦哈，所以没想美嘛是分享了这一篇，我觉得是很不错了哈，因为哈，人是世人上重要两件代志，
第一样就是啥？第一样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咩？吼、哦，啊，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心情，健康才是本钱啦。吼、哦，没有好的身体啊，一切都是吼、哦，咱卖底下讲的，一世人啦，无健康的身体，什么拢零啦。日子过的是心情，吼、哦，咱也是讲吼，活了若有意义，吼、哦，健康的身体支撑着你的未来，你要跟你的身体一同奋斗。好心情才能越过好滋润嘛，一定的啊！都一世人呢，大富大贵又果是安怎，清贫又果是安怎，吼、哦、钱了起来又果是安怎，嘛是同款呐。眼前更加大利益，你甲算算诶，丢了健康，你用什么努力去把它赚回来？但是丢了健康，嘿嘛不划算。你讲好，我三更半暝嘛要来谈，七八早我嘛要来谈。哦，为着要甲了遐紧赚倒转来，但是你是用你的身体，甲用你的生命去换钱哦。到尾来，你感觉安怎？你感觉讲有啊，钱有赚倒来，啊嘛换倒来，吼、哦，万一我的身体呢，嘛是一天一天不如一天啊，一直歹去啊。所以金屋银屋啦，也没办法换回你的健康，唯独就是健康。人这一辈子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堂堂正正的做人，爱惜我们自己的肉体，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来就是啥？是世人问心无愧，才能活得舒心嘛，吼。哎，人讲较早，人嘛在讲夜半敲门心未惊啦，身体好，人生的下半场命是健康。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健康啊，吼。拼的就是什么？人家看的就是说，哇，那个人你来看，才到八十多岁啊，要到九十多岁啊，哦，你来看，哦，身体这么强壮，哦，重哦，你看起来就让感觉讲咱足欣羡的啦，吼、哦，欣羡人的健康，咱无健康的人会欣羡人的健康，啊，无钱的人会欣羡人有钱，吼、哦，这就是吼，安怎比都比袂过啦。人生是自己的，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王道。坐啥？免坐啦，唱啥咪慢慢唱，吼、哦，啊慢慢去攀比别人的生活，慢慢去攀比别人的财富，自己拥有的才是最充实。啊，人生短短啊，几十年啊，哇，你都过啊吼，好好活在当下就好。希望讲吼、哦，咱家己呢，吼、哦、有一个好的身体，大家有足精彩的心情，然、哦、后，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可以有一百个梦想，因为你健康。一个失去健康的人只有一个梦想，就是健康。那坐在轮椅的时候，你就感觉我如果站起来会爬起来都不知道多好的、哦、啊，我们如果是一个人是健康的，你可以、哦、一百个、哦、的梦想，你就是因为有健康你就要去实现嘛。你如果没健康的时候、哦、你只有一项的梦想，就是我希望可以跟人同样，可以走，可以走，可以健康，可以出去旅游哦、你唯一的梦想就只有健康而已，有道理吗？有道理啊，人生本来就很无聊啦、哦、运动呼吸、哦、吃喝玩乐、哦、还是说你要养成什么样好的习惯，精神好体力就好，要面对工作生活要愉快、哦、人如果不愉快呢、哦、我们就说人生的路、哦、会走到怎样，走到这样坎坎坷坷都是因为、哦咱家己本身所安排的路，走了伤过头，哦，紧迫了吼、哦，没有让自己休息，啊，无让家己休困，啊嘛，无让家己呢吼、哦，过一个较快活嘞。什么叫做快活？我定讲心情啦，自在就快活。你讲是不是呢？来，有咱的师姐啦吼。哦讲要点播一个男女合唱的，吼，男女合唱的，就是吼，咱的骊山老母，吼，从好久没有听骊山老母，吼，他每次听每次都很感动，然后，那咱这嘛那点播的朋友啦，吼，每下有时间有看到你传来来，吼，啊，我就会甲你安排吼，啊，所以讲骊山老母是非常好听。咱甲送哦，咱吼有咧听节目的朋友啦吼，不管讲你是听网络的、听 YouTube 吼，还是讲咱咧听现场的，今日咱本来
吼，都伫只空中的结缘呢，相机甲切落，咱都已经咧听节目个道亲啦吼，大家做来欣赏哦，雷山老母。非常好听，骊山老母，咱讲母娘嘛是同款的苦劝这灵仔囝，讲诚信对当赢天下，为什么？讲诚信赢天下，守信得人心啊！你若持有正能量，哦，咱人啊持有这个正能量呢，正心念，正善念。哦，一个人呢，有这个正的能量、正的心念、正的念头，大公无私，是一个人呢上佳好的风水啦。吼，堂堂正正来做人，明明白白来做事，唔能失去对你。吼，人讲别人对你的信任，当别人信任你，吼，是你在别人的心目中存在的位阶呢，甲价值。诚信第一，失信是人生最大的败笔。因此呢，吼，讲知心的朋友爱心连心，千金难买真友情。诚信赢天下，守信得人心。这就是吼上佳好的过境啦吼。所以母娘安尼讲，讲多见者识阔，为什么？
咱国语安尼讲，讲多见者视广，博览者心宏。为虾米？因为一切为书，充实咱的能量。吼、哦，咱逐天有咧看书，有咧看册。吼、哦，以书为书，然后以咱的册本为书，会当充实咱的能量。古早人讲，讲多见者，吼、哦，咱讲视就能广阔，啊、哦，广阔，博览者心就会当宏大，然后。以书为书，充实能量，所见所闻，世面啊吼，对较济，经历阅历，知识吼，面对广阔，经验就是丰富吼。啊，咱人呢吼，咱讲人要安怎干练吼？北宋这个欧阳修呢吼，伊有讲过一句话，讲穷合破烂，足以通古今呐。看书愈济，其心胸就破壳开阔，吼、哦、破壳开阔，吼、哦、啊！咱人要破壳开阔，当然就是一定爱学啦，吼、哦！要成就一生，唔通游手好闲呐、啊，吼、哦！啊，慢慢不知不觉都安尼虚度了一世人啊，那一世人就是安尼不知不觉就安尼过去呀，吼、哦！所以咱呢吼，成就哦，嘛、哦、是要有计划啦，吼、哦！啊，咱讲多见识，自然呢吼，就会当破烂，会当呢吼，见世面阁愈来愈宽。世面就是咧讲着人情世故，愈有成就的人吼、哦，当然啦吼，伊就会安怎，伊就会干破。哦，这就是咱母娘呢，希望咱只灵啊囝，讲修行爱实践，修养实践，吼、哦、领悟，针对身体、心地、精神呢。吼、哦，行书做一套的这个训练，咱才有当发展出一套的充实。人确实要有备无患呐，吼、哦！你无有备无患，免得淡定自若。吼、哦，人生没有假设嘛，吼、哦，唯有自立与坚持，吼、哦，咱才有当如约而至。所以咱讲要懂得深明大义，咱才有当深谋远虑啦，吼、哦，深谋远虑。哦，即系当行个更加宽阔、更加长远啦吼。人，哦，爱有储备的能量，创新改造的根本。哦，啊，佮有迄个啥未雨绸缪的想法，人讲世事无常，瞬息万变呐。也是同款，一直咧讲一句话，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啦吼。这是熟悉的代志啦，你讲是唔是呢？虽然毕生讲咧吼，甲咱进一段广告啦吼，咱的香品是咱九天母娘所降世的配方啦吼，香香款速茶贡物小盘香普莲灯啦吼，啊，咱的香品呢来提供着咱的节目的经费，吼啊，咱其中呢，佫会甲咱介绍着好物件，吼，增加你蜂胶牙膏合理美。或者是讲，咱平常时啊有咧用诶，哦，牛樟芝还是山高宝，哦，啊，恁有咧甲咱介绍新诶产品啦吼、哦，就是咱即马网络哦，定定咧流传诶吼，印加果油，它是很好的东西啦吼、哦，啊，所以讲咱简单的甲带过就好，好、哦，女性专用的金家人，就是讲查某人呢，那45岁以上啊，咱就开始食。哦，安尼后壁吼都袂吼，引起着咱足济无方便的啦吼。啊，咱讲男人吼，查、哦、甫人轻重困重拢同款，拢迄个更年障碍。吼、哦、啊，所以讲咱也要甲食吼，女性专用的金家人，也是讲啊，咱平常时呢吼，因为是大人遗传予咱，也是讲咱家己食物件食了，吼、哦、控制了无好势，吼、哦、咱拄好即个三高啦吼、哦。啊，这呢吼。哦咱呢，该用三高宝，该平衡就好。平衡，吼、哦，咱听讲吼，即所有的这个，吼、哦，有的人吼讲啊去检验，哦，啊检验出来，感觉讲加足悬的，
伊会去平衡，吼、哦、平衡咱的五行、五行啦、平均啦、自然啦吼，人讲三种观，伊都会同款的平均的落来啦吼、哦，所以直接甲咱报告啦吼、哦。人讲路是咱家己行，艰苦咱家己受啊，若有感觉艰苦。该找医生就爱找医生，该爱保养就爱保养。人唯一的健康上重要，哦，这是梅香来给咱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啦吼。来，广告结束了哈，今嘛过来就是要给咱讲咱的这个哦，三月十九号国咱农历的三月十九啊，农历的三月十九、二十二日这三天，就是咱的春季花卉。人讲徛基制作啦吼，会当做咱的组员，会当做咱的吼啊，咱的地基主吼。咱定咧讲，咱出外吼，工课做咧就无闲啦，连拜地基主嘛无时间。有个人讲啊，迄地基主要拜嘛无方便，那大楼一站一站，人也无要用烧金，所以讲吼，咱要拜拜呢，变成真无方便。咱买使用地基灵做超度，今年甲超度一届啊。那地基主呢，伊就有迄种吼、哦、受你尊重的感觉，吼、哦、你没有背弃他，吼、哦、所以伊就该保护一家大小平安。拜地基灵呢，咱咧做生意的嘛真重要，开工厂啊真重要，开公司的嘛真重要，开吼、哦、一寡咱都营运的啊，都地基灵就是干那好得精神，伊呢仅次于福德正神，所以伊香烟呢吼、哦，咱行较对，咱讲先得先后得后，只要讲。伊先占伫迄个所在，喏，啊，咱做尾后入去，咱都爱尊重伊啊啦吼。所以咱讲地基灵买在用超度，吼，啊，咱个人要了解因果，咱有因果业力的病业，吼，也是讲咱本身呢吼，有一挂吼，啊，咱讲未舒适的代志啊，做这也未舒适，做也未舒适，干的是因为咱累世有亏欠人的因果没有平息，所以咱要甲做因果了缘。啊，都可以啦吼！啊，咱的这届这春季花卉，吼、啊，陆陆续续，吼、啊，报名个只嘛，已经吼证书嘛非常的多啊吼，所以咱是吼、啊、限定伫900件以内啦吼，袂当个超出，超出咱嘛无所在通摆啦吼，所以直接甲咱报告安尼。那这是咱春季花卉吼啊，这个讯息啦吼。来，咱今嘛来听一段道曲。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道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浮生不了寿，浮生。来，你今天要跟咱的太上老君说长清净经啊吼，咱要甲做一个吼修尾啊吼。咱呢讲到这个金雄之道，五家主的第五道家雄清净义，真实恒常之道，那是静心修心之道啦。嘛是咱在学啥？咱在学一个谦卑柔和的道理，吼、哦，是一中庸平等之道，就是咧讲到清净经啦吼。清净经唔止要予咱学谦卑。唔只是要咱学柔和啦，吼、哦，嘛是要咱学静心修心的道理，吼、哦，静心修心的道理。我乃我人之真心照见，咱的真心有照见，对事明白无碍，观相不执不着，吼、哦，咱讲观相不执不着，吼、哦，于理与能够深入究竟，悟道者即入道我合一。咱若法度入这个道我合一之境呢？吼，心就是道之体，
心就是道之体，心就是道之用啦。心定就如无极之境，心用就如太极之动，阴阳调和更如平庸，无分男女之分别啦。修学拢无分男女之分别，无相对之看字，好、哦，咱讲无相对之圈字，无论动静与否，无论动静，好、哦、与否呢？哈、哦，就是咧讲到心口意行，该念不受外境影响而散乱。真相之道就是讲，你若误食就得啦，啊，得误，你就会当倒卖得啦，你唔只内境会清净。内心来清净，心靠意行呢，咱就不受外境影响，咱就未生这个散乱的心。讲泰山崩于前呢，咱嘛未惊；海啸贯于顶而不恐。吼、哦，顺逆应弱，未当动摇咱的心。吼、哦，苦乐非欲，吼、哦、不能，吼尽含机智，平平稳稳，不慌不动，这才是算讲是真实形象的清净。真实恒常的清净、哦啊、所以说、哦、咱的这个老子的、哦、咱说清净经、哦、咱的这个纲义、啊、纲义、哦、真的是很好、啊哦、所以说真相既然是真相之道，咱要去给学习、啊哦、人呢来到这个世间，非古非今，非生非灭、哦、外包天地来自外界万物相用于世间嘛，吼、哦，一旦领悟，吼、哦，咱自然就会自得。领悟你就会自得啦，吼、哦。所以呢，咱道祖呢，吼、哦，甲恁讲这个说上清净妙经。那么呢，此经呢，吼、哦，天下人拢总会使学，吼、哦。所以每上呢，长有讲家讲，敢那不传下书啊，但是天下人拢总会使读。吼、哦，我是受之于东华帝君呢，吼、哦，东华帝君天父呢，吼、哦，咱等于讲，这个神翁呢，自称东华者，按《上清经》内底，东方又飘云世界，辟下之国，吼、哦，亦有城中强梁宫呢，其中宫阙并是两方宝珠合照，上有五色强云覆盖。哦，古号叫做苍龙宫啦，吼，苍龙宫。东华帝君授予金阙帝君，金阙的意思就是讲西方有这个哈世界琼瑶之国琉璃宫内，其中的宫阙，吼、哦，有这个吼，人讲很宝贵、很宝贵的宝珍琉璃，吼、哦，啊，所以讲叫做琉璃宫。哦，啊，咱的帝君呢，伫这个宫内来对面呢，讲金阙帝君。应其名号，太上分形化体，名号有殊。所以讲上清经文，孝圣金阙，现王，就是咧讲现元皇帝。我君太上时啊，由意淫尘当中记曰：太上我君上居至微宫啦，协和天皇大帝，协和太乙救苦天尊，协和金阙，吼、哦、圣君，故知太上随风设法。应和无穷啦，吼、哦，咱讲太上道祖呢，又兼足这种的身份啦，吼、哦，足这种的身份，上圣帝君界界波及毕竟内底，拢有咧讲到太上所显化，吼、哦，显化足这种的吼，诶、哦，这个吼，互、哦、咱了解一下吼、哦，咱讲金阙帝君属于西王庙呢，吼、哦，这个王庙呢，吼、哦，就是诸天神王帝主之庙。基于昆仑，按天地轮滑，王庙基于昆仑西侧，所以讲吼，伫昆仑这个西侧这边，黄河出水，吼、哦，黄河出水之处，所以王庙就是天地之庙，吼、哦，天地之庙又闻天公地庙，吼、哦，主统众精，统摄三界，天上天下是王庙为至尊之庙，吼、哦，所以咱讲金阙。帝君受得此经，吼、哦，其帝君受其经于西王母之时呢，吼、哦，咱讲不轻传下书，吼、哦，就是咧讲到，吼、哦，这个经啦，吼、哦，你若有要学，吼、哦，绝对唔是提经来开玩笑啊，吼、哦，提经，吼、哦，咱就是咧讲讲经的学书，一定是爱以自修，吼、哦，要自己了悟，自己
会当来成功立定，然后你爱传传予上司，就是讲希望讲伊完用吉祥之身呢，吼、哦，会当呢，吼、哦，伫这个天身，吼、哦，诶，这个人讲落职了后，咱要行的路必然呢就是上司，吼、哦，唔是咧讲吼，啊，咱干呐做一个吼传道士，但是你不修你的内在，不修你自己，你没办法提升的话，咱咧讲。这个册吼，也是讲这本经，只是吼，予世间人吼读，但是无法度予世间人悟，啊，无法度予世间人悟，伊就无法度安怎，无法度讲真心啦吼，啊，去受这个上师，吼、哦，咱讲上师就是口口相传，西王母讲，该口口相传，不及文字五经一世，书字六字，吼、哦，这就是咧甲恁讲。上师五子升为天官啦吼，咱讲口口相传会使啊，但是古圣人吼，古圣圣人伊所修的经法，拢是内藏心白吼，毕竟啦吼，文流通行啦，教导人天吼。咱古早是不记文字，但是今麦有文字好，咱看世间人呢，拢看会到所有这先王所著作嘞，吼普遍流行啊吼，所以咱讲八道修学。嘛，无啥物困难啊，吼，无啥物困难。所以上师五子升为天官，上师是要悟啥？上师当然是咧悟，吼、哦，咧悟这个理嘛，悟这个特理。上师五升为天官要哪升？伊就甲你讲，上师即外人行质内用精神，外合机功而动机定，内修，吼、哦，内修功而保机缘，吼、哦。咱今日来要修功，要保持这个元神呐，元者元气，吼、哦，元气就是神之妙，人灵相存一元气，下报一丹田，上古一年元，中寿一降中，吼、哦，如此爱中报一三元，是为内用一神，神者气之主，行者神之下，神是心之主，心无主就不安。行无神而不立，上德之师呢？上福之精，不以下丹呐、啊。所以讲，应以月华，不以脑息啦、啊、吼。讲脑火即女丸上丹田也。所以咱讲人呢，爱去了解吼、哦，太阴精气不及下丹，属阳呢，当然就是不及女丸啦吼。下就是不及的，咱即下丹的所在。所以讲吼、哦，咱的神功气海属阴。果树太阳精气布置又一哦，咱讲一阴一阳为是道啦。哦，咱在讲一月两景，夫身形之形，必先为天官。这个五魂五气是五行之正气，凡上道之人啦、啊，五种气精、五种气主生呢。五行气哦，会当化成五魂。夫其形质上有三界，三界就是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好、哦，咱即马咧讲即个三界，三界就讲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欲啊下有十方，啊十方则属为上下，吼、哦、三界十方，吼具无智，以年盈后生入上清嘛，立位为天官。所以呢，吼、哦、咱讲中枢五智，南疆立身啦，吼、哦、咱人都分上枢，你五个，即经典五了的。参会开，参会透，上师悟了后，你有法度升顶为天官。那中师呢？吼，悟了后呢，就当伫南疆立身哦。中师也可以哦。所以讲，金甲戏呀，玉千骨呀，风合多二书，先练书骨，以助波逆。吼、哦，人讲练戏波定为之气，金照甲心，丹甲心，安心气息。保于心中啦、啊，咱人对当恩人啦、啊，吼、哦，非世间金照宝玉，吼、哦，出来是金照对当保命，吼、哦，就是保命，就是讲啥，讲来保于性命。虽然上参与上清性文，性文则该上清必报之策，吼、哦，这个丹书呢，吼、哦，下达献美又上清，吼、哦，这上清经来，对讲南方有丹灵天，来又有。诸将呢，来有真君，吼、哦、破瓦灵天君，又话叫做诸阳将，吼、哦、就是讲诸灵将呢，其中
来用炎炎火莲，内底有一个火莲池啦，池中有七宝宫殿，佛法叫做智阳宫。六又下达之书啦，学道成功，乃同司命真君啦，落其圣明，走上南疆为仙官。所以讲，中书呢吼，中书、上书，吼，学道会当升天官；中书、五道会当吼，南列仙宫，就是南疆列仙内底。那下书呢？下书是要安怎呢？下书的就讲，在咱这個世间吼，虽然是下书，但是呢，咱有法度呢，吼，听经闻法，会当淡静安神呐，吼，会当安怎？以这个临泉吼。咱常咧讲，内修至道，外合五常啦。你若内修至道，外合五常，五常就仁义礼智啊，吼，合应合见，体道合真，如是不退，得报恩人。吼，就是咧讲到下士，吼，得智，吼，在世呢，伊我都以道合真呢，吼，体道合真，吼，伊嘛是同款会当安怎，会当明智道理，不偏不倚，吼，必者必达。本经咧讲，天道无亲嘛，相遇善人呐、啊。只要下士你是善人，在世当然一样同款，会当做地仙呐、啊。哦，虽然我到南疆的仙，但是咱买当在世当然买当做地仙哦。吼、哦、啊，做地仙你买加油呢吼、哦。所以咱听讲游行三界，吼、哦、啊，要安怎游行三界？吼、哦，这呢后边啊，够真济吼爱讲啦吼啊，咱。无法度讲一天就全部甲伊讲甲完，吼一天讲甲完，咱听咱嘛感觉吼，哦啊，即个听遮长诶，消化未去吼，安尼嘛是吼，爱甲分段啊，豆豆啊讲，吼咱明仔载再个延续啦吼。那明天吼啊，咱诶同修同道吼，有倒来伫共修诶吼，有咧讲到吼，连续假期惊塞车，所以讲咱即个即个拜六诶共修就休困。啊，拜六强修休困，然后啊，大家好好啊去做这个啥啊清明，然后啊好好去扫墓，好好去做咱为人主应该爱有效的这个工课，然后先去甲做啊好。那共修暂时休息休困，然后所以伫只甲咱讲者啊，互咱了解者安尼。啊，咱老师啊，服务免客气，慈恩毕生功德服务电话5916045。我叫一六控诉我，就是讲你要参加吼、哦，咱即个春季花会啦，吼、哦，啊是讲吼、哦、有需要样品的寄送啦吼，啊是产品的寄送，吼、哦，迄就是讲啊，咱呢哦有一寡问题啦吼、哦，咱需要吼、哦、大家要来开讲聊天，好、哦、你那要找咩相呢问问问题吼、哦，你就是爱卡0926938045这个电话0926938。控诉我，安尼没想来接，吼、哦，安尼问，啊，你有时你也问工作人员啦、啊，问会计啦、啊，吼、哦，问内底服务人员，哎，这么唔知影讲你是要问啥，伊嘛无了解，所以直接甲恁讲一下，吼、哦，没想老手机，吼，恁最主要就讲，你若有一挂联合的问题，吼、哦，啊，一挂讲，啊，你今有一挂问题，感觉讲理未清啦、啊，吼、哦。阿要甲美香开讲，你就卡一支电话0926938045。吼、哦，啊，咱那是公司诶，吼、哦，要哦要叫香啦，吼、哦，啊是要参加咱的春季花会啦，吼、哦，啊是讲有啥物其他诶，这个问题是需要，吼、哦，咱的服务人员甲恁做服务诶，你拢卡5916045591605。外观机能给控哦，啊，恁如果要用传真机的，传真机的号码是09控5916，好、哦，咱讲0917845啦吼，零九哎，咱讲咱的电话啦吼，咱的这个传真机啦，传真机5917啦，讲唔对，5917845啦吼，过一届5917845，这就是咱的传真机的号码，然后。修成正果，普度了众生。
相细细，翻山越岭几回程，转眼又是几秋现在在说，爱敬人者人恒爱敬，就是在说到凡是人啊，需要爱，天同福，地同载。在我们这个易经啊，说只要是人，我们的易经里面在跟我们说的解说，就是说只要是人，就是同类嘛，无分族群啊。不管讲美国人、欧人啦，吼，还是白人，吼，还是讲咱这黄种的人，吼，不分种族嘛，吼，啊，人宗教信仰拢需要相亲，吼，同时呢，天地所滋长万物的，应该不会分你我，互助合作，才会当维持这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吼。咱较早国父呢，吼，嘛捌讲过一句话呢，讲人类以复制合作为目的，这也就是吼《易经》内底吼，《易经》内底有讲到吼，啊，讲到讲人卦、人卦就是求同存异啦吼，人卦是求同存异，积极广泛与人合同啦，吼，其就是咧讲到啥，基台实现大同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期待讲啊，这带动世界理想呢吼，咱希望吼、哦、大同的世界不要有战争吼、哦，不要有吼、哦，咱讲啊，力争我夺的这种代志，所以咱嘛是希望安怎会当实现大同世界好、哦、的理想。凡是人吼、哦，必须要安怎，必须要用爱，天同福，地同载，福就是福界，载就是承载的意思。好、哦，咱咧讲生活伫这地球村，好、哦，只要咱人呢，一切众生，包括有情众生啦、无情众生，好、哦，咱拢是平等爱护伊、关怀伊，好、哦，这就是慈悲嘛。哦，世间所有宗教的根本就是仁爱、博爱，好、哦，人呢仁慈、博爱，好、哦，就是咧讲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好、哦，神爱世人嘛，哦，咱咧耶稣教、基督教嘛是同款，咱咧讲上帝爱世人。好，伊斯兰教呢也强调什么？尊子确实是仁慈的。好，以凡世人皆需要有爱，不谋而合嘛。哈，那孔子伫鲁国做官的时阵，哈，伊个官邸呢曾经哈捌失火，你知无？哈，啊，马条都烧了了。好，伫这火灾了后呢，孔子首先关心的人是有人受伤无？好，然后呢，较紧呢看遐马啊有去烧死无？好、哦，就是印证这个名著所讲的亲亲是人民嘛，人民是爱物。好、哦，就是啥？伊无咧关心讲，伊财产烧了了，伊厝烧了了，伊吼，伊、哦、所有内底宝贵的物件烧了了，伊是先重视人有伤着无？好、哦，这骆驼有伤着无？这马有去伤着无？人畜有安全无？好、哦，这就是咧讲啥？亲亲是人民呐、啊，好、哦，人民是爱物的讲法。这种由近而远，由亲而疏，推己及人，哈、哦，推人及物的爱，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真谛。好、啊，有人讲哦啊，对这歹人，吼、哦，跟他一定去甲保护。好、哦，有人我、啊、这个、人都这歹，跟爱去甲保护他吗？岂不是天下大乱吗？其实坏人都有良知良能，需要人给他教化。好、哦，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所以我较早在里读读安尼，他讲性相近，习相远。大部分的人拢是后天学歹去的，
不是先天就歹啊，是后天学歹去的，吼、哦，去社会去用染掉的，所以人讲物以类聚是安尼，吼、哦。加规定，加规定，歹人做了歹代志，危害大众啊！应该是爱适当的处罚，吼、哦，爱适当的处罚，这是对的啊。但是处罚了后，嘛是爱去甲教育，吼、哦。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因为他没有开窍，因为他的智慧，吼、哦、啊、不好，所以他也被人引诱去做歹代志。吼、哦，我们要去怜悯他的，就是因为他的智慧不好。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烦恼习气，伊无得到好的圣贤教育，哦，唔知道什么叫道德，所以伊有改革的机会，咱都爱互伊改革。哦，人何尝喜欢犯错呢？哦，还是社会大众，大家拢甲配罪孽吗？唔是安尼啦吼，伊、哦、嘛是老母生的囝，只是先天呢，吼、哦，甲后天呢，吼、哦，先天甲教育无好，后天就败去啊。所以呢，在后天学歹的时阵呢，咱爱有机会啦，吼、哦。所以咱唔愿意讲、哦，看每一个吼孙仔这道亲的囝去学歹，助力加上吼歹路，吼、哦，咱拢希望伊喏导正入正途啊，吼、哦。因此呢，歹人只要肯回头，吼、哦，就敢那较早人在讲的，讲改邪归正，成为国家的栋梁，吼、哦。所以呢，凡是人呐、啊，哈、啊，咱在讲的就是爱众生。本来拢有执着的良知、良能啦，上无伊嘛还佫有执着的啥？执着的真良知、真良能的佛性。我们观察，吼、哦，平等覆盖一切众生，不分智欲啦，吼、哦，讲无分是智啦，无分是戆的啦，吼、哦，拢是爱平等清在，吼、哦，无分，吼、哦，这呢，咱拢爱个看讲啊，这父母。先我讲，父母有的教囝，伊无法度教原因，吼、哦，就是因为父母嘛是，吼、哦，咱讲无智慧的父母，或者有智慧的父母，无一定你教囝仔就教会赢。有智慧的父母，反正吼，伊是足高官，但是伊的囡仔足歹嘛有。无智慧的戆戆做咧做田的人，伊无啥物智慧哦，唔过伊的囝足优秀的，伊的囝在做大官，伊的囝在做医生，伊的囝在做律师。不会讲安尼来做病啦吼，安尼好嘢人嘅囡仔，嫁好嘢是安怎又唔行好路，又唔甲想歹去，吼啊！这个囡仔因兜，吼啊！这个老爸老母都唔捌伊，但是他我都生出这种囡仔，嫁牛成为国家嘅栋梁，吼、哦！这就是咱讲天下父母心，平等关怀每一个大地子民嘛，无一定戆嘅老爸老母。吼、哦，憨蛮的老爸老母都未生出到出人头地，或者囝儿是说，啊，不一定讲吼，顶天立地的人哦，会囝，不一定伊就是阿拜分啦，甲因老爸老母同款。吼、哦，所以咱讲天地间自然，吼、哦，这个现象呢，要哪去共存共赢，共同分享生命，共同体，就是干那这个慈悲甲爱。吼、哦，你有用慈悲甲爱去体会，吼、哦。唔通一直去气嫌，伊你一直气嫌，伊就愈无机会改变啦。你若愈看到这个人，你愈讨厌伊，伊就愈无机会改好。阮了时代有一个姓魏的人叫敬玉，伊为人呢好义博施，伊的家产有足济啦。但是有一天对因囝讲买哈，我买下四周穿到十几顷的这个田地，哦，这所有的田地，要让这所有的村民呢，吼、哦，无法度生存。我真正要替因十分，咱讲。现在就是在说官僚这个人社会的这个人他做人是好意报喜的人但是他的家产有16顷的田地呢、哦、这所有的这个、哦、田地啦、哦、田地有一天他对他们说他说我买这个四周穿落十顷的这个田地是要有这个四周围的村民呢、哦、因此都有多生存呢我替他们把这个田呢把管理吼、哦，到尾啊吼，遮拢爱分予因，因遮唔免安那挨饿受冻，是安那讲？那无学好的，一块一块豆豆甲挂，一块一块豆豆甲买。但是吼、哦，人讲敬业归田呢，伊甲遮甲买来遮，因遮人吼、哦，是安那要卖田，是钱开了了啊，吼、哦、啊跋脚跋了了，所以就一块一块豆豆甲买到尾啊。看因拢总无法度生活的时阵，伊搁再甲因囝讲，逐地拢搁行因，哦，逐地拢搁再搁行因哦，即个村民呢有所在通去种植，大家得到温饱，
吼、哦，这呢，你个想看，伊看伊所谓伊买这银河两起的物件，伊嘛是同款呢，一个一个，搁再搁拢行伊，叫伊来缠搁过过倒转去，啊，恁以后袂使搁跋筊哦。以后你也跋筊吼，连早间你要买个酒家，还是早间买个吼，啊所在迄我都无管你啊。我有一届互恁机会，我甲你买来这田，就你替你顾恁这田呢，卖阁叫别人买去吼、哦。但是恁若拢有改过，我就将这田拢总行恁吼、哦。啊恁搁再讲吼，改革规定，规个拢总去搁去做恁的田，好好去修行吼、哦，啊好好来饲恁的母仔，好好来安居乐业。你看第。这个官退休啊呢，存一寡遐俸禄呢，吼、哦，看人一块一块要买，就一块一块甲买，啊买买来创啥？买买来到尾也嘛是规个讲过幸运，要对找这只好的好官，这就是讲人呢善，就做甲安尼是彻底的善啊，然后咱那个听听你嘛感觉讲，即卖世间人要哪有可能我买地来互你，买地来钱互你啊，我即卖个地个幸运。哦，无可能啦，无这种人啦吼、哦。来，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